我觉得这个的代表烟花真的太好了。如果说像一个引线过来的话，可能到这个人是砰，砰，砰砰，类似这种砰砰砰砰，点火都用这个来当做火，然后点到这个这趴着这个人的时候，他也马上把他拿出，然后到后面的人就把他抽回来，他这个火就把他抽回来，在中间的那就开始，然后。你明白吗？啊，不明白啊，他不明白。这你明白吗，哥？祝福的烟花燃放起来，这个主题行不行？明白吗？对，主题行啊，就是喜庆嘛，咱们是喜庆嘛。你点的时候，我就把那根线拖拉进来。啊啊！拉进来，拉进来，拉进来，听到音乐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就啪，就像疯了一样，就是像疯了一样。你知道吧，楚生哥就是很怎么说呢，他又是一个很温暖，然后有的时候又很好玩，对，也很可爱。我觉得真的那还是那个好好笑，你知道吗，能搞得会很好笑，你不觉得像那王源就很疯，你知道吗，就这种疯啊。